OK， 首先今天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，因为要感谢 Golden Boot Award 啦，他们的 organizer 去让我们有机会拿到这个奖，也得到了更多的肯定，也要谢谢我的团队 ，Thank you， 成功的秘诀哦、oh, ，OK OK， 好，基本上我觉得做生意最主要的是诚信啦，就是答应了顾客的东西一定要是做到，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信任你的团队，信任你的生意伙伴，对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谢谢。